带大家来看一看一套房子。这是进门的，这是古老的门铃，下面是有灯，现在让灯开开了，你进去看一下吧。哎，这是一套双单元的，这个组成是三个卧室，两个卫生间，一个厅。楼下也还有另外一套可以等于是另外一个单元也带厨房的，但是也可以是做等于是活动间啊什么东西的都可以，我们带大家去看嘛。这边进来，这里就是一个衣柜，这里就是一个衣柜。这里也是一个衣柜，这是个双门的衣柜，也放了很多杂物。现在我在这几天都在这里装家具。这是两个衣柜，这边是进来，这边是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是个全浴的卫生间，也就是带浴缸、淋浴、洗手盆、马桶这样一个全浴的一个卫生间。这边这种就是叫做全浴，有的呢它是不带这个淋浴的，这个就是专门给客人用的嘛。只有洗手的跟马桶的，也有一种这种，知道那个叫做半浴。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卫生间。我们往前走，这边呢也是一间房，这边这间房呢就是说是一个床，这些我也就是新买的，柜子也是我昨天装的，有柜子，这个也是我今天装的一个电脑桌，我们配起来的。这是一间，这呢也是一间，这是一间书房，这是一间书房。这是一间书房，这呢是一间，就是讲一间大的卧室。原来呢，这个开发商做样板房的时候呢，他就把它就是讲先做了一个样板房，这里是两个大的衣柜，本来是布鲁式的衣柜的，但是他先用的改成这种门式的。原来是一个布鲁式的衣柜，你看，这是衣柜，是布鲁式的衣柜，这里也有一间，是吧？这挂衣服的，布鲁式的衣柜。他这种主卧室原来是带卫生间的，但是他把它改了，就是现在就不带卫生间了。这样一个情况，这是一间房，这间房是大的，等于是双开门的，一般就是主卧室，但是它现在不是做主卧室了，这是饭厅，这是饭厅，这是一个壁炉，这是客厅。这里是厨房，外面就是一个甲板 deck。这边是可以出去的，可以出去这个 deck 上面。这是厨房，这里一个等于一个吧台。这是冰箱。这是洗碗机，这里全部是柜子。这是一个电炉炒菜的，这个上面是微波炉，这里是冰箱，
这里是洗衣的，因为它是分副手，所以说洗衣房是在这里。这里是洗衣，那个是有人在装。这里是一个冷冻的，一个专门的一个冷冻柜，因为我熟了西人，很多人一次性买很多肉或者是打猎打很多嘛。这是一个通往地下室的，就是第一层的，这里是半地下室的，这里的房子全部都是半地下室的。这里一个门，门出去也就是外面了，看见了吗？出去了就是外面，小卫可以单独进来地下室这一边。我们现在下地下室看一下，等我这个上面也有个主卫生间，我还没带大家去看，我待会回来再带大家去看。这个下到下面是这样的，这也是一个衣柜，这也是个大衣柜，一个比较大的衣柜，后来灯都没有打开，灯都没有打开，等一下灯吧，我不知道这灯在哪里开。这里是个厨房，这里是个厨房，是吧？也中间有一个金属吧台。这里是等于是又一个饭厅，吃饭的饭厅。这里也有个门出去，这里也是出外面，这个出花园，看到吗？这里也门，这里还有感应器，现在的感应器都没有转。就是说这种双单元呢是每一户有两户嘛，双单元的嘛，在这种独栋里面。这个是厨房，也带是吧，灶头的。这个是洗碗机，这个是烤箱，这上面是这是冰箱柜子，这边有一间房。这因为它是不带单独的这个卫生间嘛，所以说就是两间房。这是衣柜，也是一个衣柜，所有的房间都有衣柜的。这是一间，这里等于是一个电视室嘛，就是娱乐的。娱乐间。这里一个小的一个储物间，它也把它包装起来了，包起来了。就是一个杂货间嘛。一个大的杂货间。吸尘器在这里，玻璃在这里。它原来的这个原来是用电话线去监控的，这个监控装置在这里，现在都几乎都不用了。原来这家公司是很跑火的，跟警局联网吧，应该是跟保安公司联网，是格雷特联网的。这就是一个等是摆书的，这里就是一个等是小小的一个书桌吧。这是另外一间房间，另外一间房间，这里也又有一个，等于是储柜、衣橱。其实我来这里，我对这里的是什么最感兴趣呢？是对它的机房感兴趣。来看吧，这是它的机房，其实它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冷库，但冷库呢？这边这是水，市政的水，市政的水从下面过来，从下面过来。它这个东西也是带这个抄表系统的，就是这种自动读表，这样过来的，你看，
这是市政水，这是污水，这里又有套洗衣机，这是一个烧油的一个用油狼油来去烧水的，烧热水跟也生活热水跟取暖的热水的，这是新风系统，这个整个这里的新风系统。行，下面大概就这样。啊，这是下面的卫生间，刚刚还没有拍这里的卫生间。这里也就是一个全域的卫生间，但是要两个卧室去共用的，啊，这就是卫生间。它这种取暖是全部都是用那个，用水暖的，就跟北京的暖气片吧一样的，就是一根很热的水过来，就是另外一根，冷却以后的水回去，这是调温器。这里是波动式的调温器，现在是我要设定的温度是20多吧，它现在可能已经有20、23、24度了。在这里，这就是地下的这个，这边的房子呢，地下有1300尺吧，上面是1700多尺，就是室内的面积，这里有1300多尺，下面是1300多尺，上面是1700尺。我先把灯关了吧。上去。这里就是等于是独立，从后面可以独立出去，从这里也可以独立出去，就是这边可以独立出去的，这边就是进里面了，进去了主城了。这里是饭厅，另外一个主卫生间是在这边，主卧是在这边的，它是后面改的。所以说其实它这个里面是它本来整层的是想做商业用的，就是刚刚那个主层那个大卫生间那个大厨房大的这个卧室，这是主卧是从这里从大门这里进来以后，这个门开进去，这个主卧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主卧带了一个大的衣柜，一个很大的双门衣柜，很大的双门衣柜，哇塞，这边就上去，也是一个全域的，但是这个就是没改出来的吧。这个跳空就很高，就比较高嘛。行吧，大概的室内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。房屋的情况，大家就全部看完了。